折线贴近中间的圆，搁置在脚边不怎么显眼，却让我惊艳气质的特别。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，总是不能忘记那一种感觉。转过一圈再转过一圈，终于还是回到玻璃橱窗前。电话的那边住进一个梦魇，情感在翻飞逃不脱缠绵，握在手里面回到嘴边，紧握又吞灭最后一丝机会。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，总是不能忘记那一种感觉。转过一圈再转过一圈，终于还是回到玻璃橱窗前。想把手上这个蝴蝶结亲自送到你的面前，别再笑发间，然而现在这个蝴蝶结却紧紧扛在心灵的深。Shit!